树林乡清洁队早年设置的时候没有遮雨棚，让车辆能够停放。清洁车常年日晒雨淋，车辆使用年限不长，加上常常维修。为了延长寿命，树林乡公所编列预算增加遮雨棚，让车辆停放，大大改善了使用清洁车的寿命。花莲县秀林乡清洁队设置在秀林乡桃埔阁部落里，由于早期新建的时候并没有遮雨棚来为清洁队的车辆来放置休息，由于常年日晒雨淋，车辆也是常常进行维修，增加了成本上的支出。为了延续清洁车的寿命，公所也编列预算来增设遮雨棚，来改善清洁队的周边环境。那我看到我们秀林乡公所清洁队整个环境，我们有做彻底的整个检讨，那我发现我们的车子寿命都很短，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每天就是日晒雨淋，就放在阳光下，晚上下雨就是放在就在下雨天就让它淋雨，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针对环境的整个改善做一个检讨，那我们已经陆续了我们的车辆都有遮雨棚，可以有地方可以停放，那我们这次做了五六座的车辆停放处，那我们也做了针对轮胎以及那个废瓶子的整个储存停放处，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遮雨棚，那我们希望是说让我们整个环境能够更好之外，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机具都能够妥善的来做一个管养。那当然在这里我还是要特别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这几年对于我们协助清运车辆因为我们报废年龄都到了，那陆续呢我们花莲县政府都有补助，我们针对车辆的补助之外，还有针对机具跟整个防护的一些物品都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忙在这里也感谢，也更感谢这次我们因为疫情，我们的整个清洁队非常的辛苦，从确诊到现在不停的一直还在部落做清消的工作。我想疫情工作是大家要一起来共同努力，我相信疫情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秀林乡长王明贵在建设科长吴尚荣和清洁队长张伟明的陪同之下，来说明增设的设施以及周边环境的改善，希望透过这次的规划，营造清洁队成为最友善的环境，让清洁队工作能够更加的顺利。记者邱宏毅、邱江报道。